他这个内勤手呢，主要是你掌握他这个手法啊。他是这样握的，他为什么叫内勤手呢？你看，他是在怀里面之内啊，这样你看提起来，不要转，你看这个手往下转，转了这个下了，那个又起来了，你看，对，啊，我们有一句话，就是两手不离怀，神鬼不敢来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都是画圈的。对，你看这样，对的，嗯，这样下，啊，也不要伸得太粗，啊，你觉得它是画圆就行了，是画一个圆，把我的手法掌握一下，啊，然后我再告诉你那些要领。他们看是看，只是看的这个外形的动作，但是我的有的东西要领，啊，我亲自说给你听才行啊，这样下来，对，嗯，先学一下手型。要领到时候我再告诉你。掌外沿呢，就朝前就行了，因为要从这里打的，用这里打的，还记住，对，哎，肩放松，嗯，鼻子呼吸，对，注意，哎，就撞的太早了，对，你要记住，对，把意集中在手这里，对，人家说手从口中发，是这个意思。